2分钟教你做十字架。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第四步，最后一步。好，把它打开，两条折印，把它剪开。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标记，这一横代表人和人之间的和好，这一横代表人和神之间的和好。如果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得这两个字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：“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一个信主的人可以得永生。如果我们离开了信仰，我们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主，那么圣经说我们就要灭亡。所以离开十字架的人。”它也有两个字，那就是死亡。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，神教导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字，我们一定要活出来，那就是。Love，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爱。